当日当中。刚刚没有看到一个东西，是不是回旋？回力镖吗？对。然后这就是十字的回力镖。那如果放上黄金就变成黄金，如果是铁的话就变成就是铁。但是我不建议这样做啦，因为这样还蛮耗材料。巨大什么打好，那我们这次的实况就到此结束啦。那么喜欢的影片可以按着喜欢或者是订阅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晚安。